船长。No， 不过他知道的比 Jack 船长还要多呢。啊，真的？那当然，他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能带你去探险，也能教你怎么对付大坏蛋。总之，船长就是有办法。不信你来问。你知道钻木取火的生存技巧，如何快速寻找水源？假如你一个人在家，遇到坏蛋来敲门怎么办？躲起来不回应，这很可能是最危险的做法。什么是假装配合真反抗？我们可以一起去探险，一起穿越大峡谷，一起进入神秘的山洞。我是船长，现在出发， Let's go。